个的课程应该是一个体验式的一个课程，就是让他们在这个团队里头实际去体会团队配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每个人的分工是是缺一不可的。我希望这个地方能成为一个能鼓动年轻人创造力的一个地方。对香港的同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。这个世界其实很大很宽。